后礼拜就是中秋节了，在中华县警察局甲天风慈善会呢共同来办理捐赠物资、送爱心的活动，又着最上接近民众的基层环境来发送，或者民众的爱心送到真正需要的家庭手来。六族啊，牛奶粉等民生物资，甚至也阁有抽痰的罐等医疗物资。这批由天风慈善会发起的关怀弱势送爱心活动，要让贫困的家庭甲弱势族群，会当度过一个温馨快乐的中秋佳节。啊，因为大家人才有爱心，所以吼，咱这个活动会当顺势来举办，这是一个人间送温暖的行为。所以大家才爱心着，所以顺势来举办，吼，会当吼。咱大家做伙来散播爱。因为这批物资将会透过基层的环境来发送，环境局指出，管区的警员上届接近基层，马上知影弱势需求。由各分局去转正，这就需要啊照顾的家庭跟团体。我们希望能够以后啊各界啊对这些弱势的团体跟家庭啊也能够啊尽力的去照顾。让大家平常就能过一个好日子。这回透过警察同仁的调查，拢总有370户弱势民众需要关怀。慈善会嘛捐赠370份的民生甲医疗物资，要来发放。大专新闻电视梁中华采访报道。